师傅，那个请看一个那个99年属兔的，当时师傅给他开了300张，今天就基本上都送好了。嗯，师傅看还用给他再念吗？男的，很好，现在很好。嗯，念的经非常好。嗯。那他还需要小房子吗？嗯，应该目前不需要，他收到了大概270张吧。嗯。这师傅您太厉害了，您太厉害了，因为有30张是他自己念的，然后师傅怎么表达，就是你能说您太牛了吗？太厉害了师傅，真的今天就是好师傅，那就是给他再接着把那个念出来哈。他还要再放生吗？嗯，什么放生要啊？放生要180条。哦，好，那他现在您看他的状态有改变吗？99年属兔的男的。有啊，有改变的。他就是颈椎还是不好啊，腰啊，颈椎啊。嗯。他驼背，老爱驼背。看见了不啦？嗯，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小房子如果还有的话，就给他再念87章嘛，好了，嗯。好。嗯，那师傅现在就是看他那个脑子应该那个精神状态心理应该有改变了哈。改变很多了。嗯嗯。那他那个名字还用改吗？叫张顺风。张顺风嘛肯定不好呀，顺风嘛不好呀。顺风人家好的风。不好是吗？好的风你顺了没事，不好的风一顺你就倒霉了呀。嗯。他是那个大顺，饶顺宇的顺。是啊，这个太古色古香的名字容易招灵呀。嗯，那您说应该再给他改一个是吧？你自己去改吧。好了，好。